早几年我参加一个活动，其中有市长亲自来跟我打招呼，当时江律师也在的。我就跟市长讲，我一共很多粉丝，当时引起市长非常大的兴趣，市长就特意拿了我的名字。当时我也觉得很震撼，所以那就是这个美女是多么的重要啊，我们天女美女。OK， 刚从的来讲，他也是我们的辣妈健芳华，也是辣妈健芳华，他首先是一个参赛者，后来也成为我们辣妈的作曲填词，我们有一首歌。我是辣妈，这个天津美女她填词的。OK， 以后我们经过疫情之后，我们将更用心的去打造辣妈健芳华这个平台。现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有两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主要是介绍珠宝，第二个频道就是介绍我们的活动为主。比如说，其实我们华视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辣妈庆生华跟华视好声音。今年我们还来七夕单身 ，Hello， 单身男女party， 这是我们今年在举办。所以今年其实每一次办辣妈活动，心里都是感慨万千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活动并不，首先感。